欢迎来到萌探解压实验室，让我们一起走进最真实的片场日常，看看萌探们的解压小妙招吧。有人休息之余选择看看稿件、背台词。也有人喜欢用歌声来放松自己。没错，咱们萌探的本质就是自律、积极、欢乐制造机。我狂躁男孩，哎，精神科到了，我先去看看病。嘚瑟，谁呀？哇！像游乐王子，游乐王子，你的角色归我了，游乐王子，来演，你是更闪亮的游乐王子，你看，哇，简直这一身。我们是三个懂得魔法的神秘男人，游乐娃子要你管，然后我一会儿喊八能量，哎，古他啊，八能量古他那分身术，然后。一会儿我有一个就是八能量古他纳，然后分身术，然后您就跳一下怎么办，就好像就变到这边来了。我们是三个会懂魔法的神秘男人，要你管，看我们的八能量古他纳，古他纳要你管。我们是三个懂魔法的神秘男人，游乐娃子要你管。但论幼稚，巴啦啦能量，我是游会魔法的流星哥。不给你做后期，让你丢人。萌探解压实验室实验得出，不管是哪一种解压方式，令自己感到放松的就是最合适的。萌探拜拜，萌探嗨嗨，萌探探探第二季5月27日起，每周五晚8点 VIP 抢先看。